狼来了，是，我瞅见你了。对，你痛恨狼？我痛恨狼，恨死了。没错，这就对了。我得这年纪也该上班了。没错，是该上班了。可是他也太不靠谱了。老爸，我决定要成为一名音乐家。你成不了音乐家，波利，我们的职责就是他们。不对，我觉得你穿错了，你后腿穿了前腿的套。你这样，左边。你这样，那一边。是另一边。这样吗？哦，天哪！以上金曲来自空前绝后的摇滚猫王 X， 能对追梦的音乐人说两句吗？唱出你心底的声音，而且永不放弃。就算你亲爹说不行，也要坚持。伸展运动，这项运动最大体格场。你一定能明白我的感受，就好像我这一辈子都在等这一句话，爸爸。今天开始站岗，不准分心。明天一早见。玻璃到了，等我的信号，一起冲上去吓醒他。刚才挥手就是信号。可恶的臭气狼，让你狂！玻璃，他不是你，他想去闯。进城去吧，要是不顺利就回家了，从此跟你们音乐梦想停止了。这边有情况，有只藏獒要下山，抓活的，拿下它，拿下雪山村。